本院委员萧美琴、李坤泽、许志杰、吴秉睿等八人提案，鉴于近来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遭中国政府以限制自由之方式对待，世界各国极度重视中国对于基本人权之维护仍停滞不前，而我国目前于法令上并无针对他国难民寻求庇护有所规范，针对保障难民地位、维护难民权益、促进人权国际合作恐难与时俱进，建请行政院相关单位应尽速提送难民法制定案至立法院进行审议，以提升我国之人权水准，落实人权治国之理念，是否有当请公决。